它容量很大，然后又很省时间。丫丫就是厉害。不如入味。三立电电共 Go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边，我是康边。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我产品控真空压力锅。想知道更多商品资讯，点上方的小链接，点进去看哦。首先是一本说明书，然后一个盖子，它的盖子就是有一个特别地方。这个锅子主打呢，就是它可以加压做一个气密式的焖煮，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在它这个盖子上面就会有一个泄气的孔，等于说我们加压完之后，它可以帮我们泄气，就比较不像是传统的那种要插电的那种压力锅，它就是一个锅子上盖的这种。它旁边这两边就是你要压过去，它是完全是把你那个锅盖密封起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做的是无水蒸鱼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鸡蛋、豆腐切片放入锅中，将鱼片叠在豆腐上，摆上姜片去腥味，放上葱段，依喜好调整酱汁口味。盖上双层密合锅盖，侧边加压把手，开火即可完成蒸汽料理，好简单。完成我们的鸡蛋豆腐失败。哇，其实就蛮简单的，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放下去，然后就盖起来，然后因为它有加压的关系，所以它上面的那个这个豆腐啊，整个就是有吃进去那个颜色。哇，好舒服，很入味。今天豆腐可以真的有颜色，真的蛮厉害，因为我们真的吃不到而已。赞赞赞！哇，厉害，可以哦。就等于说你在厨房只要下去之后就，所以再去做下一道菜了，很简单耶，因为我们这种手艺能做出来真的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它锅后生，然后是密闭式焖煮，就是一个真空加压的感觉。第二个重点，它适用各种炉具，所以不管是瓦斯炉啊、爱厨啊、电磁炉啊，什么通通可以用，方便。第三个重点，最重要的是它很省时又省瓦斯。对，就像我们刚刚做这个，其实超快的，而且很简单。丫丫就是厉害。总之呢，这个韩国 Happy Co 的 IH 真空锅，它容量很大，然后又很省时省瓦斯，就是推推，超推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到这边为止，感谢各位，拜拜，拜，我们下次见了。Go, go!